Door Kickers Action Squad 破门而入行动小队是一款斗智斗勇的横向卷轴射击游戏，玩家要扮演精英小队，只身一人前往大楼和绑匪来一场枪火谈判。在进去之前，玩家必须仔细的观察屋内的状况，看是要直接破门而入，还是从其他地方入侵敌阵。在做好一切观察后，请用力的踢开大门，并迅速拿出长枪扫射对手。若是遇到距离过远的敌人，还能够使用狙击技能，远距离的将对手击毙。在成功通关后，玩家将能够获得点数，解锁更多的技能以及枪支，强化自身的战力。喜爱这类游戏的玩家，现在就赶紧来加入小队，一起踢门查水表吧！